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的疗剂呢是叫做荷兰芹，英文叫做 Fool's Parsley 荷兰芹，那个学名呢叫做 Actusa Synapium Actusa Synapium。 好啦，咁点解叫做荷兰芹呢，咁亦都叫做点解叫做 Fool's Parsley， 即係愚蠢人嘅芹菜啊。咁即係原来呢啲种係一种有毒性嘅食物啊，个样好似芹菜，但呢种芹菜呢係有毒性嘅。咁如果有啲人呢唔聪明呢，我就 Fool 呢係愚蠢嘅人呢，唔知道呢就当佢咁芹菜咁食呢，咁就会出现咩呢，出现一种好严重嘅喷射性嘅呕吐。咁所以呢嗰、那个呢隻疗剂荷兰芹呢係可以话呢係对付呢啲咁样嘅喷射性嘅呕吐呢係首选嘅疗剂。咁咩情况可能会出现呢个咁样嘅喷射性呕吐呢，咁其中个原因呢就出现一种好似幽门嘅狭窄，即係个食道同埋个胃之间嗰个幽门嘅地方呢，个空道呢係比较狭窄，咁令到呢或者佢可能出现痉挛啦，咁令到食物呢就係落唔到去，就要即係要反吐出嚟嘅。咁当然呢啲情况嘅小朋友呢通常呢係比较上消瘦啦，吸收唔好啦咁样。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会相应地呢係用喺一啲小朋友呢係对牛奶对奶敏感下，唔单止係牛奶呢，甚至乎媽媽飲嘅奶呢佢都敏感嘅。咁见咗呢佢唔受呢啲奶呢，飲親奶呢即係母乳都好啦，佢都出现呢啲咁样嘅喷射性嘅呕吐。咁、好啦，
咁我哋同类疗法里面有两隻主要嘅奶敏感嘅疗剂啦。咁除咗呢个荷兰菌呢，另外一隻呢叫做 Natrium Carbonicum， 即係碳酸钠。咁呢两隻呢即係都系小朋友常用嘅疗剂。咁呢两隻疗剂有咩分别呢？咁 Natrium Carb 呢，碳酸钠呢，是通常个症状呢是由胃向下嘅下方嘅，即係胃下以下嘅。咁通常出现瘀气啦，呕奶啦，咁同有呢佢有好多气，好多土壤同埋嗰个辐射嘅。而荷兰菌呢个症型呢，通常呢就係痉挛性嘅嘅呕吐，即係向上喷上去嘅。咁呢两个呢都係可能因为对奶嘅敏感不受呢，出现呢啲呕吐呢个嘅症状嘅。好啦，另外一个应用嘅地方呢，就係用喺一啲痉挛嘅情况。三蚊仔嘅即係发羊吊。咁佢症型呢就同另外一个同呢个疗剂嘅好相似呢，即係嗰个手指弓呢係会弯曲喺度嘅，揦埋一齐嘅。咁个头呢就向上啦，向后啦，向后颚啦，同埋嘅眼球咧就向下转反转嘅吓。咁好多时候一般嘅症状咧，嗰啲嗰只眼咧系反白啦，即系向上嘅。但系荷兰菌呢个嘅痉挛嘅症状咧，只眼咧就向下反嘅。咁相关都亦都可以用喺嗰啲破伤风啦，破伤风啊，或者咧系控酒嘅问题啦。咁出现嗰啲人震抖啊。那个神分煎鱼啊，咁吸收出现问题啊，咁尤其细蚊仔吓，咁吸收出现问题噶啦。好啦，咁最后另外一个应用咧，系对于小朋友吓，个小朋友嘅成长出现问题啦，唔单止身体啊，同埋精神都系嘅。咁身体方面咧，佢因为吸收差啦，咁唔长肉啦吓，咁学行又慢啦，比较上所谓比较迟钝啲嘅细蚊仔啦，咁甚至乎佢嗰个脑袋啊，嗰个神嘅精神方面咧都比较弱嘅，咁好多时候咧佢哋言语方面弱啦，讲嘢可能即系行动方面乱乱进啦，成日跌啦，咁可能会长期的头痛，细蚊仔应该好少噶，一个长期头痛啊，同埋咧佢读书咧集中唔到吓。咁如果我遇到呢啲咁样嘅情况嘅小朋友吓，咁可以考虑咧用呢、这个那个荷兰菌系帮佢哋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